像一幅画啊。走。哇，上面还有二层。这边是人家组团，组团。老婆今天摄影师啊，现在老婆。这个要跟这儿吃午饭，估计得等俩小时，这菜才能上来。人太多了。哎，就把米弄咖啡撒在牙里，啊？好吧。搞吧吧。比赛。哇，满了都。我的天，不。masih ada tempat ya? Itu berapa orang? Untuk 6 orang. Di atas. 1, 2, 3, 6. Ini atas. Ya udah. Oh, iya iya, bisa. Ya, ya. Kalau pesan di atas saja. Ya. Di sini tidak boleh bawa barang ya.像这个吃的东西他刚才都看啊，孩子跟我说的，可能写着有标志啊，不让带东西。来你想动物哪个走的哪一个的家里怎么办那么浪别容琪琪找座位啊，找座位走。那那个去洗手间这边有。这边不错吧阿姨，这个好吧。等一下要下雨更凉快啊。来，大浪吧，阿森。哇，这边不错。啊，挺好。都都妈干呀！这边景色还挺真挺漂亮，小鸟在这飞，燕子啊，这边情侣啊在拍照，挺好。好了，找一个地方，咱们准备坐下来了，人太多了。点了一点喝的啊，是服务员啊，服务非常好。这是什么？茶。茶。哦，红茶，冰红茶。挺好啊，好久没跟这个岳母出来了，阿姨也是好久没有出来。这老婆忙着给小女儿拍照片啊，还摆几个动作啊。小
长大了啊，大姑娘了。不好意思了。好了，咱们喝点这个茶啊，哎，不是茶，咖啡。糯米饼。这里边是不让带东西啊，因为他怕有的人拿着这个自己买的东西在这坐着，可能我们点了饮料就没问题啊。在这有消费啊，在这消费就可以坐着。早上过来的时候下雨，现在雨停了。吃的蛋。小松带着茶杯啊，咱们去加点热水啊。走到哪儿呢，都离不开茉莉花茶。见得。这把命大哎，把那谁呀？哎呦，我跟酱。别下地蛋。哇，关的，来点热水啊，温度。哇，你看这边的很忙啊，起步。OK，Thank you 啊，谢谢。好的，免费的茶水，谢谢，小心啊。咱们等一下休息完以后，咱们要去晚上在另外一个印尼餐啊，印尼的这个特色菜。好了，在这休息一会儿啊，喝喝茶，挺棒的啊。那你老婆付钱啊，我没有钱啊。很棒，景色真美啊。这边的云雾已经到了这个山顶了，旁边就是一个度假村，在这个地方很多人在这边拍照啊。好了，今天也不错啊，这个带着也不是说带着，陪着孩子、老婆、这个岳母、阿姨、小阿姨啊，在这个山里边呼吸一点新鲜空气，给他们散散心啊，好久没有出来一块儿，挺好。好了，印尼小松在森度啊，在这个离雅加达100公里左右的这个地方啊，欢迎大家的收看和点赞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记得关注。凉快，真凉快。哇，花儿真漂亮啊，这种花是兰花啊，风景不错啊。咱们吃个晚餐，跟孩子、老婆、岳母、阿姨，这饭店不错啊。哇，人挺多的。
处是这种花花草草的啊。吃的这环境真不错。안녕하세요好了，开始点菜，挺棒的啊，这个环境。餐厅里边都有树。